这些人跟我走一趟吧。 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曹贼进宫了！一将，陛下，陛下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哪儿都行啊，暂避锋芒，暂避锋芒啊！陛下，此处最安全。哦，陛下请放心，我爹一定会诛杀曹贼。 诛杀曹贼！
朝臣中还有谁？跟你是同谋。军令君，臣在。令君在朝中素有威望。 董将军，司空叫我问你，你可有同谋？所有的人都是和我单线联系，连陛下都不知道。你们就用刑吧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曹贼的烙铁厉害，还是我董某人的骨头硬。董将军，他们与你同谋，一定定有盟书。 盟约现在何处？你也是名门望族，如今屈身在曹贼之下，你有何脸面来问我？你有何脸面来问我呀？<笑> 司空，臣无能。董承畠要车自尽了。领军素有洁癖，被此人玷污了衣裳，是我之过也。有没有想自首的？只要站出来，我奖罚分明。 你饶他一命吧，他肚子里怀了朕的孩子，怎么说也是大汉的骨血。陛下，可还记得当年是谁起兵讨伐董卓，救驾？又是谁从郭汜、李傕手中救出盛家？是司空。